嗨，大家好，我叫王金林，今天我来跟大家说一下第八课买卖。有些人问我这些生词有点不懂，所以今天解释一下啊。千、千、千、万、万、万、十万、十万、百万、百万、千万、千万、亿、亿、千、千、千，我们有一千、五千、九千，然后到万，万这个呢，我们有一万、两万、五万、九万、九万，然后到十万，十万呢，十万，然后有二十万、二十万、五十万、五十万、九十万、九十万、九十万，然后到百万，百万我们有一百万、一百万、两百万、两百万、五百万、五百万、九百万、九百万、百万，然后我们有千万、千万、一千万、一千万、两千万、两千万、五千万、五千万、九千万、九千万、千万呢，然后到亿，我们有一亿、一亿、两亿、两亿、五亿、五亿、九亿、九亿、九亿呢，到十亿、十亿、十亿、十亿，然后到二十亿、二十亿，然后到五十亿、五十亿、九十亿、九十亿、九十亿呢，九十亿，然后到百亿、一百亿、一百亿、两百亿、两百亿、五百亿、五百亿、九百亿、九百亿、百亿呢，然后我们到千亿、一千亿、一千亿、两千亿、两千亿、五千亿、五千亿、九千亿，好多钱了。还有呢，九千亿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万亿，一万亿 ，OK， 记得了啊。来解释一下，刚才我们说是月吨，月吨我们开始说一千以上，但是呢，人民币是不一样的，人民币有一毛、两毛、五毛，毛呢，然后我们有块，一块。两块、五块、五块，然后有十块、十块，有二十块、五十块，然后有一百块、一百块是最大的 ，OK， 一百块是最大的，然后有两百块、两百块，然后有五百、九百，到一千块、一千块，然后我们有两千块。五千块、九千块、千了，然后有万，然后一万块、两万块，然后呢到十万，对吗？然后到百万，百万有一百万块、两百万块，然后也到千万，千万有一千万块、两千万块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像月段一样的。OK， 那二和两是怎么用的？听好了，我们有一千、两千、一万、两万、那十万、二十万、一百万、两百万、一千万、两千万、一亿。